好。行了，锻炼，歇会儿，来，妈们快坐，来，媳妇们也都坐下吧。今天这场是我们家闹内讧，这是啊，唱也唱了，跳也跳了。接下来，如果你们要支持儿媳妇的话，给一加上分；你们如果支持婆婆的话，给二加上分。来，开始。哈哈哈哈 OK， 给我妈道喜啊！儿媳妇95分，婆婆105分。别着急，比赛才刚刚的开始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居家过日子，什么叫赢不赢的？乐呵乐呵得了，是不是啊？得嘞，哟，啊！我看今天有几个人啊，以史炎为主，带头挑着打架啊。怎么了？待会儿你们得端正心态。我你看这表情，你看了吗？怎么了？刚才武英老师一直在说，毛病就出在你身上。怎么了？我说了，爱媳妇爱儿子。不是，爱婆婆爱儿子，爱婆婆。错案了不是？大家听见了没有？啊，听见了没有？爱人不爱我们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